嗨，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你们来到可乐姐姐玩游戏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向日葵姐姐。上一期大家一起玩的汉字，你们还记得吗？今天跟向日葵一起去看一看，有什么小游戏在等着我们。和我一起去学汉字吧，点一点这里，开始学习吧。青蛙爸爸要给青蛙妈妈送花，小朋友，快找到和木板上一样的汉字荷叶，点一点吧。山。宝宝们，快来帮助青蛙爸爸去找青蛙妈妈吧。快找山。上。上。下。下。大。大。小小，大大，上上，小小，下下，山山。青蛙妈妈可真漂亮，她开心极了。哇哦，你真是超级无敌大英雄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可真厉害，所有的汉字都记住了，现在跟着我去看一看新的汉字吧。雨。玩。快要下雨了，请你点一点云朵吧。大家快点击一下云朵，看看会出现什么。让我们多点击几个云朵。下雨了。下雨天，小朋友们要小心，不要躲在树下避雨，小心有雷。雨后的空气可真好呀，快来点点我吧。哇，好大的七彩球呀。哇，彩虹好美呀。雨字就像云朵下面有两道交叉的闪电和四滴雨点儿，这个字就是雨，下雨的雨。一起来读一下吧。雨，下雨，下雨了。将刚刚读过的字卡摆放正确。下雨了。下雨了。练。乌鸦够不着瓶里的水，请选择正确的石块帮帮它吧，上面写着汉字雨。帮助小乌鸦选择正确的小石子，这样它就可以喝到水了。请点雨。请点一点汉字雨。雨。小乌鸦马上就可以喝到水了。请点一点汉字雨。请雨。终于喝到水了。写，快来写一写吧。宝宝们，你们快看，这里有小钻石，我们快收集起来吧。横，竖，横折钩，竖，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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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钻石都收集到了瓶子里，真棒。这一次出现了好多的红桃心。竖，横折钩，
竖点点点点。再玩一次吧。我们最后收集一个小星星吧。横竖横折钩，竖点点点点。恭喜你获得了一张新字卡，你太厉害了，胜利过关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能记住雨这个字吗？我们今天认识的汉字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想跟我们继续玩游戏，请关注我们的栏目可乐姐姐玩游戏。我是向日葵，我们下期再见。